这么多人是第一次，那我就介绍一下团员好了。怎么了吗？为什么要发出奇怪的笑声？嗯，对，那个大家好，我们是南瓜泥歌迷俱乐部。然后呢，这边是我们的吉他手，我们的团长小青蛙。哎，我讲话清楚吗？啊，清楚是不是？然后后面那个是。 我们的那个风骚鼓手林一根，然后右边这是我们最近从日本找来的贝斯手，超厉害啊，红利，那我是柯佳阳，好，接下来要进入尾声了，果陀。 是转弯，转眼间天空成灰，召唤着想象，然后黑暗的变化，拼凑自己的模样，就像失恋的眼光，把最炽烈的悲伤。
这么冷静啊，我跳的这么热哎。